给我你的电话，我会常常跟你联络，像是跟我约会之类的。约会？现在他是摆明了要脚踏两条船吗？我是他男友的朋友哎。那个包包该不会是你跟大姐要的封口费吧？没有，疯了！哇，天哪！大姐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你说变婚姻现在跟一个男的同居？所以他搬出去一起住的那个朋友是个男的。袁慧一，妈知道你在里面，快开门！ 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东森戏剧台《爸爸好奇怪》。